Espiyorlar.发光还有，等下去。我去那很大哎，可恶！我都走到旁边去了。他们水下玻璃有箱子吗？有三个，可是一个在外面呐，有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嗯，他那个猜很累。嗯，很有清水性的。我吃错药了。不能用炸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小小你要不要？ 那个把它那个玻璃打掉，可是我没有买那个搞头，回去买。没关系，你先把玻璃打掉，我去买那个拆稿。哦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因为玻璃也要打很久。就是说你乌龟是无敌。好，团团在哪里？发光没了吗？啊，对，没了。团团你在哪里？我等下再买一个。团团，然后你在哪里？ 杰克隐形喽！团团在挖矿哦，我不知道在挖矿哦。团团在挖矿吗？我帮你们买发光。小雨有做什么事吗？他现在帮我挖水下玻璃屋，发光喽，发光喽！哎，怎么一个在我们家那边下面？对啊，团团无敌！来，我跟你。 在我们家楼下是干嘛？咆哮你！我们楼下是谁？那我要下去，反正我来了。快点，你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他现在恶心，他现在恶心，他现在恶心。弄死他，弄死他！泡椒一点，不行了，来了，可以吗？恶心，恶心他，他，哎，有，快快快快！哇！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跟我说你可以。 我大概可以吧？哇！哎，那沙滩怎么误伤友军呢？我所有人都炸，超恐怖！到底在干嘛？不行不行，哎呦，他自己小心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是我去找人。所以你要小心，小雨你也过去。哇！弄死啊！我空中啊！ 哎，我发光又没了吗？好，发光没了，发光没了。好了，我要换衣服了。你看，你知道刚刚是五个围我，跟我玩的不行，快伸出来！有拆箱稿，挖掉也太难了。啊，一口气，我的东西都没了。哎，清水性哎。 清水性哦呦，这样就可以挖更快了。那个我只要一点经验就好了，第一个就是清水性了。一点经验，我很努力在挖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清水性是加空气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水下挖雪啊。水下挖。好，感谢感谢。还要吗？够了够了。可以，你要上来，我给你清水性的帽子。刚刚打到的。啊，够了够了。哦，你知道我是用无敌去挖才挖掉一个。无敌去挖，好惨哦，我的天。 我把，你一般摸摸，nice。刚才我那边掠夺过来的，你还要那个吗？挖箱稿还是什么？有我有，只要能够顺顺的挖掉就可以了。哦，清水性好猛，直接挖掉了，就水下挖掘啊！哎呀哎呀，大赚特赚啦！ 开始有点怀疑我是不是间谍，结果大家都没看到自己是不是间谍，结果真的没看到。到底是谁？关门！哎，不，我忘了关门。没关系，你有清水性，我已经死了。爆了！啊，我是死掉了。我门没关。哎，我门没关，还是有几吨呢？没关系，来，我给你，下去啊。 现在先，谢谢你，给我你的，不知道我已经，给你交换帽帽，原味帽帽，哎，又被放了吗？有吗？又有了吗？哇，巧克力的头皮屑耶！哦，哎呦，怎么可以赚1200？可是那个帽子没有坏掉，哎，还行。啊，我给他啦。 我不要你的了，我有繁星的。好。
是可以接受的。苦包，你也只能接受啊。你也只能接受。哎，中间的钱有挖了吗？挖了。哎，挖着挖着。这个是好笑、哎、红队又加加分哦。哦，换你再炸是不是？嗯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到底这个间谍、啊、小雨一直在邀功。哎、欸、天哪、啊、就小雨没有对分数上做实质的帮助。谁在炸？先谁炸？现在是杰克。杰克啊、嗯、你看他分数邀最多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真的是间谍。哎、欸，新的光还是你们两个？哎，陨、欸、月换陨月了，杰克你们是不是？换换换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你讲的那么淡定？我在喝水。然后跟我其实怎么都没差、啊，我差啦。哎，哦，一定不注意，你为什么一直跟在我后面我？我看一下你是不是间谍啊？就是小雨了。对啊，妈。你没有怀疑，他的语气怪怪的，小雨了啦，怪的头。你现在就可以开票了，你现在就可以开票了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每次都是小雨？对，小雨，关是小雨，真的是。票他，票他，快快快，快票他！你先票他，你先票他，我们可以投票。喂，你还是要小心自己。投票。哎，一开始就要投是你的说，你为什么要过来了？我按了怎么没有用？对我干嘛？没有用哎，投票你还是无法触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触发？我切个创造看看有没有办法、啊，也没办法哎、欸。大哥，干嘛？难怪他们高零，没有用。200，有间谍啦！干嘛、啊？有问题，我先不炸。我一直相信你，我一直怀疑是杰克，我一直怀疑是杰克，我相信我。就我吐。我这里还有炸弹吗？有，我只是想说等二零来。我一直在故意讲说是杰克，然后一直看着小雨，一直看着我、啊，我就一直看着他，我就觉得他怪怪的，干嘛看着我怪怪的？不行，这个人怪怪的啦、啊，我哪有怪怪的？撒尾，有什么？小雨，我们炸死了，我们炸死了，碎，你这样很坏耶、欸，你才坏耶、欸，我们这么相信你。我又没有做什么。我想说 ，H 三心连心都没有怀疑你。那你零间谍不能投哎、欸！你不想换东西了？我想换啦。我们投票一个都投不了。换啦！你们也投不了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对啊，这作者是谁？二零零。我换嘛。然后他要换什么？再写，再写。那我换了嘛？你要换什么？你们现在投看。现在投看看。二零怎么了？还是不行。你无法触发这个目标。而且我们现在看还看不到分数。这个烂。臭间谍。哎呦。好，我们先不炸玻璃屋，等你修好。这已经丢完了有没有？要离开这里啊！我觉得小雨去水下游泳吧。你不能，小雨啊！卡那商店啊，卡商店。没有，至少把我推到水里的。至少先把他变成敌对吧，我们都投他了。砍他！太了。什么？你手上的炸弹是我换来的，你好强！我知道啊。我们还要更多的炸弹。不行，那是我的炸弹。你的哦，是哦哦，他背上来还有钱呢，50块。我的钱。没有，那是我的钱啊。我的。他要领钱，他要领钱，送他一颗，送他一颗。快快快，拉屎！这是我的钱，你们这些坏人，怪怪的。你才坏！你要游去哪？小雨，你要干嘛？小雨，走开！变态跟踪狂！没有，他没有爆单，他没有爆单。我的钱！他没钱买了。爆单我也控制住了。穷、哦。走开！不要爆！你才走开！你不要用推的，推下去啊！哎，安全，安全，可以投了，有人投票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来贴砸，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走啊！哇，你可以投五票，还有五票，你好多票，好多票！哎，他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有？
我换到了。啊！你还藏钱哦？不能确定啊！哪里？有可以确定了吗？哪里按确定？在哪里按确定？我们刚刚按确定的有啊。他是有毒的，往上滑，往上滑。这个女人好可怕。间接投票嘛，然后就没东西了。啊，前面又没做。只有一行，放弃间接投票。开掉了是不是？他没有，他上面也没不见啊，就这个呀。揍他！我又没有干嘛。你扎死我！干嘛？小米要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跑？他警告你，我要叫了。快跑！快跑！你叫啊！我操！就是说，你越叫他越爽。你是变态。你刚刚是有谁也被炸死啊？只有你啊！没有，就只有你。哎，那我怎么炸出弓来跟防具？那个啦，箱子里吧。箱子里，我想说，这么厉害，怎么越炸越多东西？哎、欸，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你给我去死！你给我拜拜！去死！回家了，干嘛啦？我让你死回家，还在丢，还在丢，丢完吗？剩一颗啊！你就不要上来，我要回家了。垫上来吗？垫不上去。OK，OK、okay, okay. oh,。Sorry。你擦一下，擦一下！我要死掉了他！你赶快控制你的 DC 啊！等一下了，我要死掉了！就擦一下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！丢死你！坏女人！气死啊！哎呦！哦，所以二里是我们的、哦。嗯。哦，好。臭女人，坏女人。其实你什么？其实我不是，不然是谁？没，但我没讲过。讲干话，讲干话。问他。保护二兄甲耶！我擦一下。老鹰差一点点，可以去弄一弄了。不要，我要炸，我要杀小鹰。欸、不对啊，二零，你是间谍，你为什么刚才打我？你打我啊！我打你，我打你，你。你打他，他还个手，不行吗？不是啊，手榴弹丢超凶的哎、欸！我保护自己。哇塞！那我们等一下炸你，是不是也是保护自己？没有、啊，这是本能反应啊。OK。那我们等一下炸你，是不是也是本能反应？你弄个那个啊，储物箱好不好？你钱那么多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储物箱，那个、啊、yeah, 保险箱啊，保险箱。哎、欸，他们看这些开赌了，他们开赌了。这是影月啊，这是影月啊，这是影月啊，这是影月啊。开赌了，开赌了，开赌了。影月太多钱，胸甲先拿掉。我钱拿到，拿太多了。快偷他啦！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有两个活尸。嗯，我放一堆垫脚石，需要可以拿。哦。我是夹子。太多活尸了吧 ？What the？ 按摩摩。活尸加倍中。到底要多少活尸？下面有三只。上面好多、哦，又黑又黑。一直黑黑黑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被什么打了？你被谁打了？哎、欸，这样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杰克。哎、欸，你的活尸跑到家里，活尸好多，三四五只活尸。对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活尸这么多？啊，看他们刚招的、啊，他们狂招啊！为什么这么会有活尸？变成尸了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。有七只，哎、欸，底下还有啊，还有三只在跳芭蕾舞啊，白痴哎、欸，那应该按开始了。哦，因为钱好多、哦，自己 go go。OK， 我的钱付八七，他们骂我，我的钱两百，
又黑掉了，又黑掉了。我想炸200。啊？你来跟我炫富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提款了吗？啊、反正你钱那么多嘛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上面们。哎、欸，啊、哦嗯，上面城市是在烧是不是？他们这一直在赌博啊。